接下来是这个地方，题目没有画，它是要我们自己画。那由于它这个是有一个坡面的，它原本题目是画成江坡的，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变作石头，所以是江坡。好，所以上面一直到这边看起来的样子都一样，可是到下面看起来就不一样了。这边呢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长度到这边的长度，把它从这边投影到这边来，然后再画这个圆跟这个圆。里面的圆是 φ9 没问题。如果是从普世度看过去的话，是两条线。外面的圆是 R8，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画。那我们先把这边铺完偏移，要点偏移，这边偏移，好，偏移的距离是从这里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偏移，这个往下偏移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要从这边。一样，这偏移，偏移从这边，这边是要，现在是要偏移，里面的是9嘛，所以是4.5，所以是4.5，这一条往上，这一条往下，再来是 R8，好，所以再一次啊，这个。现在是8，哎，中间往上，中间往下，好，结束。那现在，这两条加上这两条都是接下来我们再决定开始。